欢迎收睇外星超文明。好，照旧，各位 fans 网友，记住支持我哋 Facebook、YouTube 订阅、追踪、赞好、留言支持啊！知唔知？我系乐哥哥。大家好啊，我系橙妹妹啊。咁啊，另外我哋个台咧都有好多植物提取物做嘅保健品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试下啦，或者想了解多啲，都可以联络翻我哋嘅。冇错啦。喂，又见你咯。13集了，卒之13集了，一半了，啱啱 ？OK， 好似残残地喎 ，read 得多啊最近。唔系有病啊，大家。我啊中咗辐射。你做咩辐射？都系做呢个节目冇办法，啲外星人啊知道我成日讲佢哋咧，捉咗我。佢话嗱，你唔好再讲啦，再讲我教训你啊，我系都要讲，卒之俾佢哋用辐射搞到我头咁。好无聊啊！系啊，好无聊啊。OK， 再无聊啲就迟啲慢慢讲。OK， 讲下笑啫，趁依家得闲。好啦，上一集咧，我哋第12集嘅第二节嘅时候咧，就讲咗呢个辅导嗰啲魔幻石像，佢哋嗰个族人嗰啲传说。嗯，我最近呢几日咧，我就揾到啲新料，补充翻俾大家听一下。有新料添、okay? 啊！系啊，有啲新料。原来啊，我睇到资料咧，最近咧有考古学家。就在呢个岛里面呢就发现了一些埋藏了在地下里面的。因为呢现在我们上次讲的那些呢是冻在树就望着个岛的嘛。有一些呢就是埋了一半的。原来有一些是埋在里面埋在里面的。哦，即是不是全部都冻在上面的。有些是冻在这里的。嗯。大部分都是冻在这里的，但有些是埋了一些或者埋了一半。嗯、有些石头埋到很深添，石头深到跌在个地下里面、其中有一些呢不出奇，因为可能这么多年呢或者泥土松软也好、慢慢会沉，因为那块石这么重嘛、沉了下去都不是一件出奇的事、最出奇的事是什么呢？当那些考古学家、挖掘了出来之后、经过验证之后呢，原来几千年、3000年以外、但是我哋上一集讲过嗰啲咁嘅，我系咪记错咗啊？你好似话佢哋系千零年，系啊，佢哋公元700年，即系大概距离依家1200年、1400年到，1400年都唔够。但系3000喺呢个岛先至嚟到呢一个岛，1400年都唔够，1300几年。嗯，系啊，咁1300几年你嚟到嘅时候，若果呢一个摩艾石像超过3000年，即是说已经冻在这个岛千几年你才来到。是啊。即是说他们所讲的传说话他们一个酋长过身就做一个，一个酋长过身就做一个，是历代酋长 的模样来的嘛、跟他们的模样去做这个石像的嘛。即是说有两个可能性的。第一就是说根本就不是这班的拉帕鲁伊人和他的祖先波利尼西亚人做的。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怎样呢？当他们来到的时候，来到这个复活岛的时候，咦，发觉咦，这石像这么过瘾的，这么宏伟的，那我都照版主管做回几个玩一下先。哦，即是 copy 咯，即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可能就大一点，因为事实有些冻在那里的呢，事实呢又真的是得千几年历史，有事实，即事实有些是真的验证过是千零年啫，千几年啫。但有些而家埋藏了是3000几年，咁即系话我呢个第二个呢、這个即系话佢哋讲大话又未必全部嘅。第二个可能性可能大啲啦，大啲咯，即系话嚟到见到，咦，过瘾喎，靓喎，咁、啊，再有新嘢咪自己再整咯。不过又做得几神似，同之前嗰啲你又唔觉得系话完全两个 style 嘅、你又唔觉嘅。系啊，有冇相睇啊？有相睇噶，系啊。系，大家可以睇下相啊。分别就系咩呢？我觉得最主要分别就系话，嗱，上一集我俾大家睇过嗰啲图咧，佢有眼嘅，即系有嗰、个珊瑚眼噶嘛。佢、呢一个咧就冇嘅。哦，咁即系佢 copy 之余又加咗啲新嘢咁样，新嘅。或者可能之前嗰啲有。不过可能因为时间几千年啦，侵蚀咗或者甩咗咩咯，因为整上去啫嘛、即系几个可能性都有，不过睇下大家点。我觉得你讲嘅第二个可能性大啲咯、即系应该系佢哋见到，然后佢哋之后都有再做，但系有一样嘢可以俾大家谂下啦。咁
究竟他们来到之前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是的，是哪个整的呢？没错，这个又 很值得去想，也是我觉得啦，根据我们成日都看这些这么多、啊、所谓的外星啊、传说啊、民族那些呢，当然呢到了某一段时间呢就不见了，人不知道是死了、啊、被人灭绝、啊、即是被人可能攻打杀了、啊、又或者是回了上去了。好像我们上次讲都说啦，纳斯卡是啊，都是突然间消失，又是整完那些纳斯卡线之后、嗯、就不见了，消失了、嗯、甚至在我们未讲的，迟些我会讲的玛雅人又是、嗯、很多民族都是，都是会突然间，安努纳奇人也即之前第一二三四集我们全部讲民族的，全部都是去到某段时间教了那些人就不见了。嗯，可能只不过是这个复活岛我们是不知道的。不知道，这个就真的不知道。之前没有任何的文献、啊、传说，因为本身这个岛是乜嘢都没有，我们都说寸草不生，连树木都没有。是现在近这可能一千几百年，自从他们移了来这里之后、嗯、那些这个族人来到才开始慢慢有些东西看看。同埋如果真的不是你个补充资料，我一路都以为复活岛那一扎人就是一开始原生人，正常系人都信啦，你都在这个岛千几年，你讲乜我哋都信噶啦，你冇得不信，因为我哋又不是在这度住，我又不是看住你喺点样餐独木舟嚟。即系如果不是有考古学家嘅，根本上就不会知道。所以唔紧要啦，嗱，资料喺度噶啦，大家信定唔信？谂下。咁啊，自己谂。OK， 好，咁啊，另外讲第二个话题好冇？讲咩啊？今日？哎呀，嗱，俾啲波波大家睇下。系波波。O K， 嗱呢个咧就系圆形石球，大家望下。嗯。系啦。哇，好圆喎。好圆啊，系啊，冇错啦。嗱，讲下呢个来历先。嗯。1930年啊，哥斯达黎加呢个中美洲。O K， 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咁咧就有啲工作人员咧就喺呢个森林咧进行呢个开发工程，因为咧嗰阵时应该哥斯达黎加都应该系森林嚟嘅，就应该冇乜城市啊，咁多年前。嗯，本身依家哥斯達黎加都唔係話好好繁榮，好係啊，好繁榮啦嚇。雖然佢對足球都好出名嘅，哥斯達黎加真嘅係啊，哥斯達黎加中美洲嚟講足球都算幾出名嘅，亦、嗯、都好多人移民咗去哥斯達黎加嘅、嗯，香港人都有嘅嚇、啊。我哋有個球星都係移民咗去嘅，OK 係咩？鄭少聰啊，係啊係啊，冇記錯係啊。OK， 好唔緊要，呢、這個題外話啫。誒、咁咧就嗰、那個工人咧開發呢個森林嘅時候咧，就發現咗幾百個，好多啦。嗰陣時可能未必係幾百個嘅，總之佢發現咗一啲巨型嘅球體。OK， 咁咧體積好大嘅，大成點咧？直徑有成十尺長，直徑十尺好大咯。哦，好大，即係一間房咁大，差唔多一間房。如果一百尺嘅房，咪即係十乘十咯。嗯嗯。OK， 好大喎嚿石。OK， 好圓添啊！直至到現時啦，已經發現超過300個。當然有啲係細啲。有些大啲，總之最大嗰個係十尺嘅、嗯嗯嗯，有啲細啲嘅。OK， 呢啲咁嘅石球咧，經過驗證之後咧，係用呢個花崗閃長岩製成嘅，非常堅硬，係、嗯、一個火成岩嚟嘅，即係話喺熔岩要用好熱嘅火先至能夠令到佢融化嘅。哦，唔係話你係咁以就可以令到佢融化嘅。OK， 嗯，但係有冇話幾多年前咧？一陣間我哋就要研究一下點佢點樣整出嚟啊，大佬。係咯，咁圓，係好難喺上面咧作任何雕琢琢磨噶。嗯，唔係話普通工具可以做得到啊。嗯，嚇，因為佢堅硬啊嘛。OK， 最不可思議係一樣嘢，佢係絕對圓形嘅比率啊，係96%，接近100%。就算現今的科技要能夠令到一個絕對圓形，喂，絕對圓形是任何一個位置怎樣都是十尺直徑、嗯、絲毫偏差都不行，但它可以做到 96%、嗯 okay?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天然形成的，一定是人為的，一定是人為的、嗯、一定是絕對人為的、okay? 現今的科技要用到激光和一些很高科技的量度計算才能夠做到這個這樣的效果、嗯 okay? 但呢他們的哥斯達黎加有一個傳說，就是說什麼呢？雷神我們之前說過、嗯、喂，原來跟雷神有關的、啊、有關的，是啊，這個搞笑，他說呢當年呢暴風之神呢就襲擊這個哥斯達黎加、嗯、雷神呢就來到呢就要
幫呢啲村呢、這個哥斯達黎加嘅人嘅以前嗰啲人啦、啊，就打走呢個巨風之神，就是、用咩咧？就用呢啲波波。嗯，係啊，用呢波波攞取打嗰啲波打走佢。哦，高爾夫球咁，好似高爾夫球咁，好似啊雷神好中意揈揈揈揈揈揈揈咁樣噶嘛，係咪？哦，即係傳說係佢哋哥斯達黎加傳說係咁嘅話，雷神咧就係利用呢啲咁嘅波波咧嚟打敗咗巨風之神。嗯、啊，原來雷神有雷啫，冇風喎，依個有個風神喎，巨風之神係啊。哦，原來即係當時即係個傳說就係話，傳說就係咁樣咯。去幫嗰度啲村民，冇錯啦。嗱，不過仲有另外一個，嗯、就係話歐洲啦，去翻歐洲嗰邊。嗯，歐洲嘅波斯尼亞，嗯，都同樣發現到有呢啲咁嘅圓形嘅石球，又係圓形嘅，又係圓形，又係圓度非常之高嘅。嗯 OK， 但係佢哋嘅傳說，佢哋嗰邊嘅即係話以前啲人咧，就話佢哋係攞呢啲咁嘅球體咧，係、嗯、同上面溝通嘅。哦，同埋咧，佢哋咧系攞嗰啲球咧，系攞嚟做好似一个星体嘅运作咁、嗯，即系话哦，太阳喺呢度，咁我个地球喺呢度，金星喺呢度，火星喺呢度，咁样碌碌碌跟住嗰个天文嗰个位置去碌。嗯，即系当个波波系一个星球啦，简单啲讲、嗯嗯，即系话一个人造嘅好大型嘅人造嘅呢个太阳系或者银河系，嗯，系咁样，即俾。或者教育或者俾上面睇或者教下一代咯。上面嘅人喺大氣層以外睇到咁樣。冇錯啦，嗱、哦，不過我哋最重要，佢點樣用呢啲球都冇所謂，因為其實我哋都唔知道、嗯，可能佢攞嚟當波踢，嗯、不過冇可能啦，講笑啫。一定係，一定就係話、我覺得係攞嚟當一個星球嗰個軌跡，攞嚟教育又好，成都好，或者同上佢哋所謂同上面溝通啦。呢個係佢哋嗰啲信仰或者文化啦。嗯、問題就係、是、喂，佢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圓嘅球體，而係個圓度係可以達到96%？嗯，即係話佢以前嘅科技冇錯啊！即係話佢係以前已經有好高嘅科技。哦，點樣做呢？同埋如果你要融到呢一啲咁堅硬嘅石頭咧，温度要超過3000度。才能夠融化最少喎、哦，係咯。以前、嗯、其實我覺得唔好話以前，而家都可能好難。依家就有嘅，如果依家以依家嘅技術係可以做到嘅，但係一啲好費時咯，要好係一啲好尖端嘅科技咯，又要有好好嘅電腦配合啊，或者激光切割啊，同埋量度啊、嗯。現今科技都係一件好高難度嘅事咯，要去到嗰、那、去、個、到嗰個準程度咁高啊。係啊，我覺得好，因為我頭先見到張相，大家都見到啦、啊。其實真係好圓咯、啊，好、啊、誇張、啊，同埋好大添啊。係咯、啊，好大個、啊。但係我聽你講係大小唔同噶嘛。係啊，其實仲有其他相，不過嗰啲差唔多啦。都係圓形，都係圓形啦。不過佢有啲細啲，有啲可能咁大大到啦，或者細少少啦。咁、嗯、最大嗰啲係咁啦。總之有大有細，我覺得係模仿星球嘅大細比較。合理啲同埋貼切啲咯。哦，因為個個星球個大小，因為係啦，嗱，好似係啦，冇錯啊，好似火星係細過地球咁解啦。咁啊，地球側邊個月球又細啲啦。咁你太陽又大啲啦，木星又大啲啦，土星又大啲啦。但我聽你講有300個，超過300個。係咯。係喺波斯尼亞，佢發現仲多過哥斯達黎加添。嗯，系啊，好夸张喎！哥斯達黎加就300，佢話300多個。嗯。但喺波斯尼亞咧，係多過。哥斯達黎加嘅暫時以直到現時發現嘅波波，佢哋叫波，佢哋呢啲真係佢哋叫波波喎嚇，係啊，佢哋、啊、真係佢哋個族人啊，即係哥斯達黎加族人稱呼呢啲叫做波波，嗯，係啊，咁我哋嘅專業梗係唔好叫人波波咁難聽，好似叫人名咁，係波波，我哋叫做圓形石球專業名詞，波波咯，專業名詞，因為我哋係要專業啲。外星節目呢啲叫做圓形石球，係不可思議嘅，圓到達96%，非常厲害。同埋而家目前就話超過300。仲有啲可能繼續揾嘅，因為其實佢有啲係已經係埋藏咗喺個地下裏邊咧。你唔挖掘或者你唔係唔小心開發，你根本你唔開發，你係唔會揾到呢啲波波嘅。係咯，所以我就想講，就可能目前啫，可能之後幾廿年後或者嚟緊又會再揾再多啲。冇錯啦。嗱，下一節呢節差唔多完啦。嗱、嗯，下一節會唔會好似有啲堅嘢講喎？好堅喎！好勁、啊！羅斯威爾我知道係咪？大家都好想聽。大家翻嚟聽下。
好 ，OK， 一阵翻嚟睇下妹妹系咪讲罗子威叶俾大家听，好唔好 ？OK， 下一节翻嚟见。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